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是戊子年的元旦，正月初一，我们有缘在此地学习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这个缘分瑞兆稀有难逢啊，在须弥顶上赞颂如来的大智大德大行，我们先看清凉大师的开示啊，他解释这一品经分为四大段啊，第一大段呢来意，来意者记名化主覆感，经变赞化助化赞扬，将言主门先成体性，性即佛智，现赞如来故品来也啊，这是把这一品经的来由啊，为什么要说这篇经，把这个理由啊给我们说出来了。前面深须弥山顶啊，这是化主覆感，这个化是教化，教化众生的主持人是释迦牟尼佛，忉利天宫的语言成熟了啊，这个忉利天宫清凉大师在前面跟我们介绍的很清楚，我们要记住忉利天是代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区啊最高峰啊，所以它代表我们这边这些学生修学德行智慧成就啊，已经达到顶峰了，是这个意思啊。达到顶峰啊，跟佛就有感应，你不求也有感应啊，语言成熟了吗？啊，那为什么会有感应？因为整个宇宙啊是一体啊，任何一个部分有感呢，如来自自然然就实现啊。这个实现呢，此地叫覆感，实在讲有没有覆啊？没有。楞严会上讲的最彻底，讲的最圆满最究竟，是吧？当初出生，当初灭尽，
那随缘实现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这个量字用得好啊，啊，量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现身说法了，不是佛预先想定的，哎呀我要给他想什么，没有，自然的啊。所以世尊在忉利天宫现身说法，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更没有妄想执着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辨别啊，诸法赞扬啊，佛来世间教化众生呢，众生根虽然成熟了，根成熟了还得要缘成熟，才真正能够受到利益。那缘要谁来促成呢？缘还是要诸佛菩萨啊来协助，就好像唱戏一样啊，这一台戏如来啊，释迦牟尼佛担任主角他还在配角，没有配角这戏唱不成功了啊，要许许多多的配角。那么这个里头现在主要的配角就是忉利天主啊，我们中国人称他做玉皇大帝啊，他是最重要的一个配角。那么另外还有菩萨众、声闻众啊，诸天大众，全是属于配角。那么这些大众啊，缘都成熟了啊，所以佛来了啊，佛来一定要这里面一些菩萨也在里面示现，担任配角的，帮助佛教众生啊，怎么帮助呢？首先对佛的赞叹，赞叹佛的智慧，赞叹佛的大德啊，这个很重要啊，就好像我们请一个人到这里来弘法，请法师大德啊，请他来之后啊，这个道场主办单位啊，负责的人先要向大众介绍法师啊，让大众对法师认识啊，对大这个法师的德行智慧有所了解，就产生信心了啊。那么佛到这个地方来也是一样，也不例外啊，有忉利天主，有十个代表的菩萨啊，就是十住菩萨，从初住到十住啊，有这些代表来赞叹，让与会的大众呢啊，对老师有更深刻的认识，真正能得到老师教化的利益。将言诸门啊，你看他不是说将述啊，那将述是诸，他不是的，将言诸门，言比述意义深刻，也是表演呐、啊。
要把石柱做出来给大家看呐、啊！啊，所以这身教啊，啊，如果说说是说是言教，啊，你能说，你未必能行。啊，佛菩萨教化众生是先表演出来，哎，先都做到了，能行，而后能说。啊，所以大家没话说，真的是五体投地。啊，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啊，你看，用这一个字，啊、哦，他做出来了。啊，所以我们也读了经啊，也就学会了啊。诸花赞扬啊，我们对汤池的这种忠心啊，诸花赞扬啊，赞扬老师们，赞扬忠心全体的职工。志愿义工，赞扬汤池所有的居民，赞扬政府的领导，面面都俱到啊！啊，为什么呢？这个成就是集体的成就，不是某一个人，缺一个都不能成就。啊，没有老师不能成就，没有职工也不能成就。没有这个当地居民的合作接受教诲啊，依教奉行，你也不能成就。没有政府这各界领导的护持，还是不能成就，少一个都不行啊。所以这个诸花赞扬啊，很重要啊。你看这个石柱这一会啊，一开端，哎，我们先看到是这些啊，介绍的啊，前面先说啊，佛没有立菩提树，哎，在桃李天宫出现了，哎，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桩事情啊，所以祖师大德了很用心啊，为我们详加解释啊，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信心不但坚定而信心清净啊。那么赞叹的内容啊，赞叹些什么？先诚提心，这个诚呈现出来啊，也就是展示出来，这诚有这个意思啊，把石柱的体性展示出来。体性是什么？体性是如来智慧德相啊，如来智慧德相。诸位听到这个，不要想到哦，这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德相，没错，但是你不得受用，你没有理解真正的意思。真正意思是我们自己本性的智慧德相，那就对了。啊，我们本性智慧德相显不出来，啊，我们迷呀，不觉啊。释迦牟尼佛觉悟了啊，破迷开悟了，他的智慧德相展现出来了啊。那我们要知道他的智慧德相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德相。如果我们觉悟了啊，我们把这个
迷惑颠倒放下了，我们的智慧德相跟他是一样的。啊，你这么体会呢，你才得受用啊。这样体会呀，你才会自重，你才会自爱。哎，原来我有这么好，我都不知道。啊，所以你不知道自己智慧德相啊，你自己把自己看清了。啊，你自己没有法子生起自爱的心。啊，人不自爱，他怎么会爱人呢？哪有这种道理呢？啊，人必须自爱而后爱人。啊，谁自爱了？佛菩萨真正自爱。声闻缘觉自爱还差一等，啊，不圆满。六道凡夫不知道自爱啊，啊，把自爱变成什么？变成自私自利，也错了。啊，自私自利的反面是自爱啊。啊，所以见性才真正自爱，啊，不见性呢，这个自爱都谈不上。啊，知道自爱之后会爱人，知道自重，啊，自己尊重自己，自己看重自己，才会尊重别人。啊，所以我们看现今社会，啊，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毛病，但是很容易看到别人。啊，看到别人说了。不知道爱不爱人，不知道尊重人，啊，那么通过学佛，学的虽然不多，啊，这些道理思想稍稍明白一点了，那我们对于六道众生许许多多的错误过失，自然就不计较了。啊，为什么呢？回过头来想想，哎，我自己还不是一样吗？啊，怎样啊？去迷，归悟。那这三归呀，啊，反邪三归呀。真正啊，回到性体，那就对了。啊，所以赞如来实在讲就是赞自性，啊，赞自己的性德，赞颂自己本来面目。啊，禅宗里面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啊，赞佛。你要是真的把这个推到佛的身上去，我们自己什么都得不到了。啊，佛是我们的代表，啊，代表我们觉悟的形象。那凡夫呢，是佛迷惑的现象。啊，这是来意，所以这一品不能不来。不能缺少。啊，这个整个活动，这个项目就安排在这里。啊，不能缺少，也不能移动。啊，刚刚好就安在这里。第二段呢，说明。啊，解释品题。啊，就是须弥顶上记赞品。摄明者，须弥若处啊，称赞福德。一处有赞，
故立此名。啊，那么这就事上说，就法上说，这表法嘛。啊，须弥是梵文音译过来的，意思叫妙高。啊，这个山是娑婆世界最高的一座山。啊，中国的意思叫妙高山。啊，高好懂。为什么加个妙呢？加个妙就真妙了。哎，这个妙实在讲啊，只有佛菩萨才加得上，我们世间人加不上。啊，为什么？妙这个意思啊，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妙在哪里呢？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无。你说它无吧，还真有。啊，须弥山顶，啊，33天，啊，忉利天主的宫殿，还真有。你说它有吗？说它有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它确确实实是一种虚无。幻化的假象啊，《般若经》上讲得好啊，一切法当然也包括须弥山，也包括33天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叫妙啊！妙是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这个才叫妙啊！我们常讲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啊，这叫妙啊！啊，人要是认识这个妙字，他的心就定了啊，他不会呀有分别执着妄想。就是不知道这个妙啊，着了相了，凡六道凡夫着了相了，因为这个相是真有啊，所以见相不见性啊，执着这个事不知道道理啊，这是六道凡夫的过失啊。啊，所以先就处讲。啊，须弥是处所，赞称佛德，啊，这是高峰嘛，达到顶处了嘛，啊，就像方东美先生，啊，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很有这个味道，啊，我们跟老师是学哲学。啊，他把佛经介绍我，啊，佛经释迦牟尼佛讲的，先赞叹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那个时候我年轻啊，我26岁啊，头一次听到这句话了，释迦牟尼佛是哲学家，啊。佛经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那不就是须弥山顶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这样介绍给我，啊，那我们学习的人，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看看，很有这个味道啊！啊，我们念到这个山顶品啊。称赞佛的一处有赞啊，这个一处有赞不但在此地，还
还连到下面两会啊，释行品也有赞，释会相品也有赞，释地没有了啊。为什么呢？释地是入位了啊，就是拿到最高的学位了啊，这个在学习过程当中啊，哎，有在啊，帮助你慢慢向上提升啊，所以立这个名字啊。最后这两句啊非常重要，一顶上之赞呢，皆于处也啊，说明这个赞是最高的了，至高无上的顶上之赞啊，绝不是须弥山以下的。以下很多，你看释信位，释信位也赞了 啊人天善法也赞了，那不是顶上的啊，这个地方是顶上啊。为什么是顶上？摄住圆满是贤首菩萨啊，贤首菩萨是摄性心满的菩萨啊，在这个地位上呢，把妄想放下了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自性上没有任何障碍了啊，所以自性显现了啊。大乘教里面讲明心见性，这是达到顶峰了，没有比这个再高了啊。什么地位呢？摄住，摄住就是这个地位。虽然摄住后面还有摄心、摄回向、摄地等觉妙觉啊，这些地位清凉大师在前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地位到底有没有呢？在事上讲，在理上讲，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这妙高啊！啊，我们细心想想，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这是平等境界。没有高下了，这真的事实真相啊。为什么佛还说四十二归次呢？啊，这清凉大师给我们解释的好，他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啊，所以这个四十二归次啊，是鉴别无始无明习气的后波，是从这儿来的。无始无明啊，与自行化他有没有妨碍呢？没有啊，绝对没妨碍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他们的智慧德行能力，佛家讲的善巧方便啊，相好，福报全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禅宗里有一句话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初住菩萨见性了，
啊，他成佛了，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啊，所以在他身上显示如来究竟果地上的智慧的能。啊，所以这个夜夜的赞颂啊，全是赞颂啊，心得。啊，那我们明白之后，你一定会发现，啊，我要真的，我要恢复，啊，不再甘心情愿搞六道轮回了，啊，那么六道轮回里面这些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为，你自自然然就把它放下了。啊，放下就不那么困难了。哎，今天放下困难是吧？对于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啊。啊，不知道放下有这么大的好处啊。我们再看第三小段宗趣啊，宗是这一品呢修学的纲领啊，宗是讲修行，是设立因，趣是讲的果报啊，我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我得到什么，那就是趣啊。所以宗趣这个修行的因，修行的果，啊，这就好懂了。啊，那么宗趣者，以集中放光寂赞为宗。啊，这就是这篇经里面，哎，他所说的。你看第一个，集中，啊，召集大众到讲堂来呀。啊，众一集之后啊，佛就放光。啊，佛放光，我们现在换一个术语来讲，啊，大家好懂。我们中国人讲氛围，外国人讲磁场。啊，世俗人讲气氛，啊，这个讲堂的庄严，佛已经坐上他的座位了，啊，在讲台上坐好了，大众也坐好了，你看这个讲堂的气氛，啊，这个讲堂的磁场，无比的殊胜呐。啊，感动这些十住菩萨啊带头的这几个人啊，他们来说明自己修行，就是修学的心得报告，提出来与大众分享，这就记载啊，这是这一篇的宗旨啊，去向呢？方向结果呢？未成正说为去，啊，这个都是在事先让与会大众，也就是说，刚刚升到忉利天顶，刚刚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的这些人，啊，现在到。达到他天宫了，接受化身菩萨学习的功课了啊，这个十住法了，是化身菩萨
修学的基本法。只要世尊提提，他们全都明白了。啊，为什么呢？他障碍没有了，他见性了。所以六六提一提的时候，就像慧能大师那样的人，啊，很好教啊。啊，跟他讲一部经。啊，讲个几句，讲个几十句，后头就都不要讲了，全懂了。那我们在《坛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记录，非常明显的，无住忍和尚，啊，半夜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们查查这个经本。《金刚经》的文字不多，只有5000多字，大概只到1/3。啊，他就明白了，后头就不要讲了。啊，法达禅师到曹溪去请教，啊，见到六祖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这六祖看得很清楚，等他300拜完之后，六祖就说，哎，你刚才在礼拜头没有着地，啊，你一定啊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这傲慢吗？啊，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就说了，他诵《法华经》3000部。啊，这个不容易，《法华经》很长啊。啊，7卷，每一卷文字都很长。啊，一天诵一部《法华经》，大概要8-9个小时啊，啊，3000部10年呢，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哎，值得骄傲。那六祖就问的《法华经》大意，他说不出来。啊，转过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我不认识字，我没有念过法华经，也没有听过法华经。他说，你念得很熟，你念给我听。法华经28品，啊，他只念到第2品，啊，第2品方便品还没念完，六祖就给他讲，行了，不要再念了，我都知道了。给他讲《法华经》大意，他开悟了，开悟再拜的时候头着地了。啊，所以然后你就晓得，摄诸菩萨个个都像慧能大师一样，是那个境界。一戒除啊，就通达明了啊！啊，所以我们在《古大德传记》里面还看到一个人，印度人，龙树菩萨。啊，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学习佛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用3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明白通达了。啊，世间啊，宗教也好，学术也好，
他们有一样不同的啊，自己以为这个世间呢，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了啊，我那是世间第一人呢，生起傲慢心。这小菩萨了，小菩萨有了过失，大菩萨会照应他了，这个很难得了啊。大龙菩萨他跟他起感应道交大龙菩萨实现了告诉他世尊当年所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时候世间没有这个经说完之后，大龙菩萨把华严经收到龙宫里面去收藏去了。这个世间没有，这个世间华严经从哪来的是龙树菩萨跟着大龙菩萨到龙宫里面去看到华严经带回来的我们这个世间才有华严经释迦牟尼佛讲华严经这经上有记载讲多长的时间27日中14天呢定中讲的也有经上讲37日中我们不必去计较这些21天换一句话说这不满一个月定中讲的讲的分量多大呢龙树菩萨在龙宫看到的全经全部的华严经他说有10000000大千世界微尘计印度人计算这个文字它是单位是计就是四句是一个单位叫一计不管这个句子长短四句就是一首计那多少首计呢10000000大千世界微尘计这个没法子说了世尊讲到数量多在一切经里面多半引用恒河沙因为他讲经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期间在恒河流域举恒河沙了大家印象很深刻恒河沙很细真的像面粉一样你说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那么龙树菩萨就不能用恒河沙做比喻恒河沙太少了那少得可怜呐讲什么讲大千世界就是一尊佛他的教化区一个大千世界黄念祖老居士只修科学的他给我们说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小千一个中千一个大千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1000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小千世界是个中千世界1000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叫一佛图要用银河系的是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里面所有的星球把它磨成粉磨成微尘呢你说有多少无法计算了不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10个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所计，那就是说乘上四倍啊，我算算句子啊，四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句，一句一句的句子啊，多少品呢？是一四天下未成品。龙树菩萨一看到这个，那个傲慢心完全没有了。啊，这就等于说到龙宫看看那个图书馆里头收藏的，啊，师尊当年讲的《华严经》，一看到这个什么？阎浮提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受持，啊，大龙菩萨说，啊，还有中本，啊，这是大本的，啊，中本在一起看的时候分量还是太大，啊，我们这个世间六道的众生呢没有能力能受持，啊，结果他龙大龙菩萨说还有小本，小本是什么？摩罗提要啊，就好像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是大本，我们这里有一套四库会要，四库会要是中本，啊，还有更简单的四库全书莫洛提要，啊，莫洛提要啊，也像我们这样，这个书大概比这个厚一点，一共有五册，啊，精装五册，堆起来差不多，啊，有这么高，五册，啊，那什么，那是四库全书的目录，但是有介绍，这部书里的大概。内容是些什么？啊，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啊，这从前送给皇帝看的，啊，他没有时间看全书，让他看每一本书的内容，啊，他要看哪个就找的把书找出来，啊，目录提要啊，哎，他看到这个小本的目录提要啊，哎，一共有40万字，啊。那么这个就比较容易了，40品啊，40品40万字，啊，所以他聪明了，他就把这个小本呢背下来了，啊，离开龙宫到这个世间来，啊，那么由他把它重复背出来，背诵出来，听众把它写成文字，啊，是10万诵，40万句，啊，40万句，10万诵，啊，这个世间呢才有华严经，所以小乘人呢不承认这个事情。啊，小乘人说这个华严经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不是佛说的，啊，那么华严经也是在讲失传了，现在印度梵文找不到了，最完整的本子呢是中文的译本，中文的译本是龙树菩萨从龙宫带回来的下本里头的1/2，啊，因为经太大了，丧失了，啊，失传了，在印度能找得到的也都找到了，所以现在经不完整，啊，第一次传到中国来是东晋，啊，传来多少呢？只有36000诵，啊，你看他一共是10万诵。
啊，十万计只有36000宗，啊，三分之一多一点。第二次是唐朝武则天的时代，啊，视察南陀到中国来，啊，带了华严经来，啊，比上一次多了，有45000宗。就是比这个第一次传来的时候增加了9000宗啊。那么当时我们中国这些高僧大德也把它翻译出来了，就现在80华严啊。第一次来的时候是60华严60卷，第二次来翻译80卷啊，第三次是乌图国王啊，就是现在南阳一个小国，国王啊对中国皇帝进贡，就是送礼物，礼品里面呢有一部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最后一品，非常难得，这一品是完整的啊，没有欠缺啊，那我们带来真的是珍宝啊！啊，贞元年间翻译出来之后啊，40卷，我们称40华严。啊，那么这三个本子合起来，除掉重复的部分，啊，总共99卷。这个是近代弘一大师啊，他也非常喜欢华严，他的早晚课啊是念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所以说他能够背诵啊。那么这个经呢也成为净土五经之一了啊，所以他就教我们学习要念99华严啊，就是99卷。99卷怎么算法呢？80卷华严念到59卷，从第一卷念到59卷。念到立世间品，最后一品呢就念40华严，这样记上去啊，59加上这40，99卷，这是我们中文译本最圆满的。那么现在全世界找不到了，找不到像中国这么完整的经，找不到了。实际上我们只有原文的一半啊，虽然不完整呢，但是华严经的意思已经圆满了啊，非常之难得啊。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经的历史，要对这个经啊有信心啊。确实有大龙菩萨啊，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啊，龙树菩萨是初地菩萨啊，那么这都给我们做出种种示现呢。啊，所以学习啊，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离开了十法界啊，十法界的顶就是此地比喻的须弥山顶啊，达到最高峰了啊。那么最高峰还是要学习啊，等于说他现在进入了博士班了，
博士班还是要上课。啊，那么把这个正说就是十住法。幕后有一句话是：“又显福德为宗，令知诸体为趣。”啊，显是显明啊，展现出佛的大德。啊，这对老师的尊敬，尊师重道啊！这介绍老师啊，同时更深的意思要晓得，老师的道就是自己的心德，所以令知诸体为趣啊，真正从老师的智慧德能明白了、觉悟了。自信本具的智慧的人啊，跟诸佛如来啊没有两样，无二无别啊，这把宗趣介绍出来了。下面这一大段是李同玄长者啊，所以我们也是有两个指导教授啊，我们游华严世界有两位道友啊，第一位是清凉国师啊，华严经苏超啊，领导我们游华藏世界；第二位是居士啊，李通玄居士。他是唐朝的皇室啊，是李世民的后代啊，就唐太宗的后代啊。那么他也是对华严经也是切入华严经界啊，很了不起，在这个合论前面序文里面我们看到啊，他写华严合论的因缘啊，很不可思议啊。他写这部书想找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啊，有驻足要专心啊，到深山里面去寻找。在路上啊遇到了老虎，他就跟老虎说啊，我想跟华严经做个注解，你知道不知道这山上有好地方可以让我在这个地方啊写书啊。老虎就带着他啊，老虎带路啊，带到什么，带到老虎洞里面去啊，洞很大啊，里面住着有不少的老虎在那里啊。李长者看的是比较示好，那老虎搬家啊，把这个洞就让给他。那么他就住下来了。到第二天早晨，就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替他打扫环境，替他准备用具，样样都具足，不让他操一点心。李长者看着两个小女孩子做事情，
也没有跟他讲话，啊，专心呢在著作。等到《华严经后论》写成了，啊，全书写成了，这两个女孩子不见了，啊，他以为是山下村庄里面的人，总得要去谢谢。这么久的时候，承蒙他的照顾啊，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也没有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没有。啊，你就晓得李长者他的心多定。啊，全部精神灌注在《华严经》上，就下山去打听呢，山下没有这个人。啊，问不到。以后是天人来供养，啊，这个事是真事，不是假事。啊，很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世间凡夫人不行啊，说实在话是什么？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人，那你样样靠自己。有信心的人呢，还是靠自己，不一样。那怎么说靠自己呢？所有境界，总离不开信心。信心是变的，啊，山河大地。啊，虎狼狮子，啊，天女来供养，唯心所现的，你自己清净心里就现出来的呀。啊，山河大地唯识所变的，所以信心的建立非常非常难啊！你看实心位头一个是信心啊，实住位初住是发心住啊，真心现前了，实心还是妄心啊？不过妄心的时候是纯善的妄心，没有到实住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啊！所以妄心里头有染有净，染里面有善有恶，这不断提升的。我们现在是染行为，染行为是怎样断恶修善，再提升呢，就是去染去净。啊，然没有了，六道没有了，净现前了，四圣法界现前了，啊，最后那个净也舍掉，啊，为什么然净它是对立的，还是二，净舍掉之后入不二法门，那就是初住境界了，啊，十法界没有了。啊，十法界是到顶的，到天须弥顶的。啊，再往生去、上生去的时候，十行位就离开须弥顶了。啊，也就是你的基础教育圆满了。啊，我们用这个来比喻，诸位好懂。啊，所以《长者论》里面啊说得很好，啊，也很介绍的也很详细啊，嗯。我们看他的论文，《降舍次品》啊，就介绍
解释《地平经》，约作四门分别，啊，这就是分为四个大段。啊，第一段呢，摄品名目；第二段呢，摄品来意；第三段是都会词摄诸六品之精义。啊，这是第三会。摄诸菩萨会总共有六品经，啊，把这个大意呀，介绍一下。第四随文摄意，再解释经文，那分为这四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啊，解释品题啊，摄品名目者，以法会等。十个菩萨，啊，实在讲，我们今天应当称十尊菩萨。啊，他那个时候讲十个菩萨不要紧，啊，为什么呢？每一个人心清净，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敬意。现在这个社会不行，现在社会大家了，人与人之间没有敬意，啊，没有谦虚。都是功高我慢，啊，都是不知道尊重别人，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应该讲十尊菩萨，啊，这个都是帮助社会，啊，帮助社会大众觉悟，啊，那是就是法会。这个后面我们会看到十个菩萨的德号啊，过于自己当为随位进修之法，还自以记赞赞之啊，赞这个目的何在呢？用意在哪里？令信众菩萨了，防之侮辱啊！故此品名为集赞品，这说得很详细啊。你看，这十尊菩萨，十尊菩萨就是初住、二住、三住到十住啊，每一个菩萨代表啊。一住啊，就好比我们把它比作中学吧，啊，或者把它比作大学啊，一年级、二年级一直到十年级啊，这就毕业了啊，十住就毕业了、啊、那么过于自己当位，当位是本位啊，法会菩萨是初住啊，他自己在初住位上呢，他修什么？他怎么个修法？啊，随位，随位是提升，我自己本位的课程呢，要做好，还要加修提升，啊，往上升级啊。啊，初住升到二住啊，二住升到三住啊，啊，所以要随位进修之法啊。他用什么方法来报告呢？用偈颂啊，赞颂啊，所以还以自以偈赞赞之。赞叹自己所学的课程，赞叹自己所修学的这个提升的进修课程啊，目的呢
是令信宗菩萨，这个宗是宗基，就是圆满的啊，就是实性啊，圆满了啊，实性到圆满就是贤首菩萨了啊。我们前面念的贤首品呢啊，是叫这些菩萨防止误入啊，看到法会等这十尊菩萨啊，十尊菩萨向他们学习所以这一品叫集赞品啊，先由他们实现菩萨了来做报告啊，做这个修学啊，这个学习的报告啊，与大众分享，带动啊学习的气氛，这个都是教学上非常高明的手段呐、啊。啊，那么一个好老师上课，没上课之前，一定会找几个比较优秀的、很聪明的、啊，有悟性的，啊，先把今天修学的课程让他们、让学生教出来念一遍。念完之后呢，再让几个学生的说，站起来说，把大意讲一遍，然后老师再讲解。啊，所以这是很好的教学方法啊。那么这是这个品题啊，这是这一品叫做集赞品，后面有更深的意思，明古今诸佛同会致电悲公啊。忉利天宫的宫殿呢，代表是大智、大慈悲，啊，大智慧、大慈悲，代表这个意思。啊，古佛如是，今佛也如是。啊，古佛是已经成佛的人，啊，今佛呢？今佛就是现在。这些参与学习的，他们是现在佛啊，在这个地位呀，就是天台大师讲的分证即佛，我们中国佛法里面所讲的分证即佛啊，他虽然不是圆满，他确实证得了佛果啊。古人用月亮做比喻，很有味道啊，把十五的满月比喻做究竟佛啊。你看看初二初三那个月牙，那真月光啊，是月光，那不是假月光啊啊，比喻做什么？比如说实性呢，是吧？这个实性还没有，啊，从实住，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就比喻是这个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哎，一天晚上光明比一天晚上大，通通都是真的月光，不是假的，这真佛。啊，那么摄性位呢？摄性位就不是真的啊，相似的月光啊，也不能说它全假，相似。怎么就相似？怎么个比喻呢？啊，《楞严经》上，用叫什么？裂目所看啊。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把眼睛
用指头按住，按住看外面境界，就看两个东西，两个相，它焦距不一样。那这月亮只有一个啊，它怎么会看成两个呢？哎，一个眼睛看到一个，啊，所以你不能说它，完全是假，它很接近，啊，所以叫相似即佛，很像。啊，那假的是什么？水里面的月亮是假的，那所以千江有水千江月，我们看到河水池塘，晚上看到月光在里面，那个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那个假的，比如六道凡夫所见的是假的，没见到真的。四圣法界见到相似的，不是纯真，十度以上见到是纯真的啊，所以他们是真佛，不是假佛。啊，是聚会也啊，就是同总会啊，古今之佛，自身是未来之佛，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于古佛道何故？啊，学佛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呢，真信佛了。啊，如果真的要客气，哎呀，我不敢当啊，我罪业很重啊，我是生死凡夫啊，我怎么敢称佛啊？那就不是佛的意思了。佛要听你这么说，就摇头了。啊，不好教啊。你到什么时候你才开悟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头啊？啊，什么是好教的？像慧能那种人好教。那不是，他敢承担啊。啊，佛是要这样的学生呢。啊，所以一定要晓得，自身是未来之佛，自身本来是佛，这个才叫真心。啊，真心佛。啊，真心佛不是说我们身外有佛，不是的，真心佛信自己是佛。啊，净心。你看《金刚经》上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你才能见到宇宙人生的真实相。真实相，心心识别啊，你才能真正通达明了啊。啊，那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自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啊，你能相信这个，你才能成圣成贤啊。为什么？你有信心，你能相信自己是佛啊，绝对不是假的，你这一生修行才能成佛。啊，所以信心太难太难建立了。那一定要相信自己跟过去佛、跟未来佛、跟现在佛没有差别。啊，差别在哪里呢？释迦牟尼佛说得很好。差别在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啊，这叫六道凡夫啊。啊，所以你看经上讲的多清楚多简单多么明白啊，放下执着，什么都不要执着啊，对事出世间法没有执着了，那就是阿罗汉啊。
你就得到正确了。那么由此可知，六道凡夫有没有觉？有觉。啊，佛说这个觉不正，啊，有偏差。啊，你的觉悟有偏差，你的觉悟是邪觉。啊，是偏是邪，啊，不是中不是正。放下执着，啊，我什么都不执着了。你的觉是中是正，这正觉啊，啊，你就得一个阿罗汉的头衔，啊，阿罗汉是学位呀。你得到阿罗汉了，再能放下分别，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最后啊，啊，放下分别，你就证得正等正觉。等是等于佛，等于佛当然还不是佛，跟佛靠得很近的菩萨。啊，所以名称称之为菩萨。啊，最后把妄想起心动念放下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回归本来是佛。啊，这个时候，你所得的叫无上正等正觉。啊，你的名号叫佛陀啊。啊，所以知道啊，阿罗汉、菩萨、佛陀，是我们每一个人。自信里头本来居住的德号，啊，释迦牟尼佛十号居住，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十号居住？啊，只是我们被妄想、分别、执着盖覆住了。不能现前呢，好像太阳在天空当中被云彩遮住了，我们看不到了，阴天啊，是这么一种情形啊。但是那个遮盖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风吹云散了，万里晴空啊，就又出现了。所以有障碍是隐而不现，没有障碍是显而不隐。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此地这个特别提醒我们啊，建立啊真实、清净、圆满的信心啊！一生有多大成就，决定在信心啊！所以这个不是决定在外面的条件，决定在自己。第二段视频来意，名前已创生须弥，地设遗迹赞佛。啊，这是前面一品，深山顶品。啊，那么此品名是诸位当为菩萨将。当为法门，一即赞之。啊，那么在这一品里面，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啊，十诸位，啊，当为就是十诸位的菩萨。啊，我们看到发挥初住菩萨，啊，发心住。那么他
讲当位法门，啊，就是讲初度菩萨所学习的这些功课。啊，用偈颂啊来赞叹。啊，我们读了这些偈颂，就略知初住菩萨学习是什么。啊，令信心者得如未故啊，故此品须来。啊，这是这一品不能缺少的。啊，令信心。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信满的啊，这个前面长者讲的信宗菩萨啊，此地讲啊，令信心的就是信宗菩萨啊，圣心圆满。就到摄住了，到初住了。啊，初住信心圆满呢，就入二住了；二住信心圆满，就入三住了。步步高升呐！啊，所以这一品来了。那么下面，他还有。举例略作解释，啊，初叹过去佛，啊，他们的赞叹，啊，先赞过去佛，次赞今现在佛，啊，这是赞老师，啊，今现在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赞叹老师，哎，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呐、啊，啊，赞叹老师最重要的意思，尊师重道啊，啊，念念不忘师恩呐、啊。我们的发身慧命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本来具足不欠钱，要靠外援帮助啊，给我们启发了。这个帮助我们的人就是老师啊，老师对学生的爱戴，对学生的照顾，无微不至啊。没有条件的我们只有感恩戴德，依教奉行来报答老师自古以来德行学问成功的这些人，诸位看看历史就晓得了。贫穷家的子弟占大多数啊，富贵家的子弟很少，人数不多。啊，那么这些贫穷家里面的子弟，对老师甚至于没有法子供养，没有能力啊，过分的清寒，家里日子都过不去了，老师还要帮助学生啊，照顾学生家庭，你说多不容易
啊，所以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啊，一生当中恩德最大的是父母啊，啊，父母生我、养我、育我、教我，啊，到渐渐长成之后，啊，父母才委托老师。啊，把教我的这个责任呢交给老师。啊，老师接着来教，恩德跟父母没两样。啊，那么在这个年代没有了，师道没有了。啊，做学生的人也不懂得怎么样做个学生。所以《弟子规》就是做学生的规矩啊，你只要懂得啊，做到做学生的规矩，你就会遇到老师啊。如果你不懂得了，你这一生遇不到老师啊，不是没有老师，真的你遇不到啊。啊，我跟李老师的时间最长。啊，老师常常跟我说啊，师徒与缘分呢，可遇不可求啊。学生要求个好老师不容易，到哪里去找？这缘分。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能传他的道义啊，这传法的人啊，比学生找老师还要难。啊，这李老师告诉我，他不但现在啊，自古以来就不容易。啊，你看看古时候高僧大德，啊，有一些有传法的人，一生遇不到一个传法的人，比遇到有人乘船的人还要多。啊，遇不到怎么办呢？著书，在从前只有这个方法了，把自己所学的、所领悟到的写成书，啊，希望用这个方法传给后人。啊，真不容易。啊，所以他们要是发现一个可以接受、可以乘船的，如获至宝啊！他爱惜啊，他不会轻易放过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懂，我体会不到啊，到这么大的年岁的时候。体会就非常非常深刻，体会的越深刻，对老师那种恭敬心呢，就不断上升了。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那个时候是我在台湾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啊，自己工作啊，赚的一点钱仅仅能维持自己很低水平的生活啊。遇到方老师，
跟方老师学，始终没有一分钱供养老师啊，说是带点礼物送给老师都没有这个能力啊，啊，去都是空手去啊。啊，二老师自己能拨出时间单独教我，啊，凭什么呢？同乡，在台湾同乡的人很多，不止我一个。啊，那么现在想想的时候，搞明白了。啊，懂得一点呢，做弟子的道理，做弟子的规矩。啊，讲这一点应该是真的。啊，在这个时代啊，真正懂得孝亲尊师重道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印祖所说的，古来这些大德，每个人都知道。啊，所以选学生，怎么个选法了？看学生里头懂不懂得尊师重道，绝对不是老师要求学生恭敬，那个老师就不要跟他啊，老师绝对不要求，老师在这个地方看你有没有能力承传他的道业。为什么呢？只有尊重道业的人才能承传道业，尊重道业的人呢，决定尊重老师，因为师是传道的啊，所以尊师人重道啊，他自然尊师啊，对道没有看重啊，对老师也就看轻了啊，对道不尊重的时候，老师想尽方法传给你，你接受不了，你没办法承受啊，所以他就不说了啊。所以头一个看到孝亲啊，孝亲是根本，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观察一个人，打听这个人，他对待父母啊、兄弟家亲眷属怎样啊？如果在很困苦的之下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他还尽心尽力照顾啊，这个人有德行啊。在对于道业重视啊，懂得尊重老师，这个人可以承传道义啊，那就得好好的去帮助他，这么一个原因啊。我在求学过程当中都非常艰难啊，物质生活过得很苦啊啊，那我们要学习啊，一定从根本修啊，学孝是事出事法的根本大道啊。啊，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也可以说达到了须弥山顶，没有再高了。啊，这个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让你看到了。你虽然不认识，你也不会念这个字，你念什么不会？
你看他那个写法的时候，你懂得他的意思，就是智慧的符号。啊，你看信，哎，信这个字，一个边是个人，一个是也，啊，这信是什么？人说的话了，人说的话靠得住啊，不骗人啊。那鬼说的话靠不住啊，哎，人说的话靠得住啊，但是现在人说的话也靠不住了，那怎么呢？那就不是人了，哎，这个要知道啊。这天台大师给我们讲，是如是。啊，讲十法界，世界侵入，啊，被界侵入，啊，一个十法界里有十如是，啊，十个十法界呢，啊，这就是一百，啊，每一个法界里头都有十法界，那十乘十就是一百。就一百法界，啊，是如是，就变成侵入，百界侵入啊，啊，人有人中之佛，有人中的菩萨，有人中的声闻缘觉，有人中的天人，啊，人中之人，有人中的恶鬼，有人中的畜生，有人中的地狱，有人中的修罗。啊，那么那些修罗啊，恶鬼、畜生、地狱，他的话就不能相信，他有妄语，人不可以妄语啊。啊，百劫千如讲得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性子，要想到我是人啊，言而有信。所以他是智慧呀、啊，你不能改呀、啊，你一改就不行了。啊，中国文字有言变，但是怎么变，里面这个含义它都不变，都能保存到。所以中国应该从篆字，最早是甲骨文，啊，甲骨以后演变为钟鼎。中鼎沿后为演变为小篆、大篆，啊，篆变成了楷，变成隶，隶变成楷，啊，但是精神都没变，啊，那么现在演变成简体字。我们不要称繁体，中国人不喜欢麻烦啊，所以中国这个叫楷字、楷书啊，楷是正的意思啊，楷模端正啊，正楷我们称正体字，不称繁体字啊。简体字一般有，简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方便，可以用简体字啊，但是它都保存着文字原本的智慧精神含义啊，让你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啊，你会觉悟啊，这外国文字看不出来啊，啊，连梵文都看不出来，梵文是字母拼音的啊，看不出来。其实中国文字是独一无二啊，啊，那这个诸位现在在此地，发心学书法好事啊，书法是修禅定啊，修定功啊，你不全身聚神呢，你写不好啊，
它是艺术，它是哲学，它是科学，里面自自然然含着有道德，有伦理，有因果啊，所以这是在外国文字里找不到的，我们要爱惜祖宗传下来的啊。还有文言文，这是我们老祖宗最了不起的发明啊。为什么呢？文以载道啊，但是语言会变啊，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语言不同，如果文跟字要合一的话，会随着变，变到最后呢，后人没办法读古人东西了。所以我们老祖宗聪明，把文跟字分开啊，文叫文言啊，我们平常讲话可以变，但是文言永远不变啊，所以我们现在读的古书啊，孔老夫子去我们2500多年了啊，打开论语，你懂得文言文呢，还依然跟面对面谈话一样，这个实在是太伟大的发明啊，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你在欧洲的古文上，拉丁文它就是跟语完全相同啊，现在几千年下来了，拉丁文没有一个人看得懂啊，只有少数考古学家一篇文章里面的大意啊，能懂得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啊，不像中国这文字啊。啊，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艺术啊，中国人的科学达到登峰造极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啊，中国的文字是从上到下，这里头有伦理的关系啊，有沉船，外国文字是横着写的啊，你看那个形象啊，我们读中国文字从上到下点头啊，啊，外国文字是横着看的，摇头啊，这是点头好还是摇头好呢？啊，虽然是外国人，你给他点头他也很欢迎，你给他摇头他不高兴。这就是中国东西能够摄受外国东西。啊，你说外国人穿的西服，特别是冬天，穿的大衣，哪有中国长袍这样保暖呢？哪有那么舒服啊？啊，所以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呢，中国人不输给外国人呢。啊，科学也不过最近300年呢。啊，外国人发明了这科学，啊，是带来一些便利，可是付出多少代价？你没有去计算，如果要一计算的时候，你才晓得得不偿失啊！中国人不是不懂，不愿意向这个方面发展，为什么呢？付出代价太严重了啊！中国人要愿意在科技上发展的时候，那领先欧美呀，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要懂得啊，中国人的底蕴的深厚
啊，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那么叹佛，叹过去佛。啊，这个里头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极其高深的哲学在里头，意味在里头啊，不忘本呐、啊。人要知道报恩呢，要感恩呢，就佛教给我们上报四重恩啊，父母的恩、老师的恩摆在前面啊，第三个国家的恩，第四个是众生的恩啊，报恩有顺序的，有亲疏啊，首先报父母。才懂得报老师的恩，懂得报老师的恩，才懂得报国家领导的恩。在从前帝王啊，佛法里面讲国主啊，啊，国主是说什么？就是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中央的领导人是国主。地方上领导人也是国主啊，国主到最低的村长啊、领长啊，啊，都是属于国家领导人啊，啊，叫基层干部啊，啊，有没有恩德？有恩德。他要不照顾我们，不拥护我们，这道场就不能建。啊、你就没法子学习啊，众生恩啊，众生肯接受学习，才造成了学习的效果，和谐社会啊，兴旺的家庭啊，他肯学啊。你于是你就了解说，哪一个众生对我们有恩呢？找不到啊！一切众生对我都深恩大德了。没有人给你讲解，你不知道啊！你把它忘记了，干干净净啊！啊，下面讲呢，未来佛者即入此位者是也。所以经里面不讲未来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现在入十住位了，啊，你就是未来佛，啊，所以设佛是过去佛，卢舍那了是现在佛。修仙实入位者是未来佛，这个交代的很清楚啊！啊，所以我们要明了，更重要的是要承当啊！我们能不能入世诸位呢？不能说不能。也不能说能啊，这个话怎么说呢？问题在你自己，不在别人呢。你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如了。什么时候如啊？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如？现在放下，现在就如。明天放下，明天就如。明年放下，明年就如，就这么简单了。啊，所以你入不了，原因是你放不下。啊，不是入不了，是放不下。啊，
放下不容易啊，说的容易，做的不容易，有方法。佛菩萨教我们先放下身外之物，比较容易啊，然后再能放下身心世界啊，最后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入了，有善巧方便呢、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